一些事一些情一些好音乐。才华同身高塑造完美的欧巴，更要电发梳个靓他西装加锯扒，无限量转话波子马莎起细渣，这世代要够夸放飞感觉吧。食饭有飞屎，几千当盏银碎纸，一买无法更要记得买粒跳戒指，立誓做绅士，魔鬼上身的武士，今晚就要拆迁，我讲讲故事。哇跟风跳吧，哇前前提吗，信流信境话能就请越来越好，来言动好，你若然未嫁恋爱变天价，一个字恭喜发财，担心个大雪家，这刻你属于话烦恼都清脱下，再恭喜发财，今晚你实接单，心口有大志理想变升华，卡里卡里接蹦蹦，卡里卡里蹦蹦，卡里卡里接蹦蹦，要相信在这个地球上的某一个角落，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这里等着你。嗱，人与人之间最容易产生的就是感情了。学会选择性失忆是我们成长的标志。大时大节是把握爱情的最好时机。做人有口子，三观正好比老子，生意填晒更要买楼搞搞新意思。谁话我肤浅，揀女要揀懂阿姨，真爱就要勇敢讲出三个字。哇高声唱吧，哇一月买啦， LV Gucci Benz Louis Vuitton AGRC Cartier， 你直头又唔买只要够卡士，再买事呢恭喜发财，钱恩任你花，今晚变做马云和马都听你话，再恭喜发财，天生个大买家，只当饮茶。查理查理切蹦蹦，查理查理蹦蹦，查理查理切蹦蹦，太难得呀！查理查理切蹦蹦，查理查理蹦蹦，查理查理切蹦蹦，哈！你个人啦，恭喜发财！查理查理接蹦蹦，查理查理蹦蹦，查理查理接蹦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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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价值啊，全国最有价值嘅呢、這个电台节目呢，呢样嘢我肯定唔敢讲啦，系咪先啊，諗都唔敢諗啦，系咪先，唔好话讲啦，系咪先啊。你点解会諗呢个问题呢？但係呢问题呢，我係觉得呢、我哋呢个节目呢最基本呢係最希望呢我哋整个中华民族呢富强嘅节目嚟㗎。绝对啦。係啊，即係呢个一定一定一定。你睇下即係而家几月份呢都喺度仲恭喜发财。咁其实我相信呢，即係话呢首恭喜发财呢喺今时今日咁样嘅即是时势下呢、对于好多人来讲都好紧要。是啊，冇错啦。咁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好似我咁啦，咁啊咁渴望。嗱，除咗呢对自己嘅财富增长有渴望之外啊，喂，我作为一个中国呢个富豪排行榜排第14亿位嘅呢个富豪，系咪先啊？我排第14亿位啦，中国嘅富豪系咪先？我点解冇一啲向上嘅动力呢？
绝对要应该有咯。我点解冇咁样个渴求咧？系咪先？阿志，我系应该有噶嘛？即系排到呢个位啦。系啊，都仲冇向上嘅渴求，系咪先？嗱，通常咧冇咩渴求嗰啲咧，就排到二三百啊，嗰啲三五百嗰啲可能就冇啦，系咪先啊？但系我哋呢啲系有强烈嘅渴求噶嘛？头先我哋渴求唔系入前十啊，唔系入前一千啊，甚至乎唔系入前一万，系咪先？嗯，我哋最希望即系可以入到第十三亿咁。坚实咁迈进一亿啊！好紧咩迈进亿？可能迈进几个啊？阿志嗱，而家即系我具体嘅呢个排名，我即系我相当可能咧每日都有相当嘅波动啊，有相当嘅波幅啊。我唔知道我嚟十四亿呢个门槛咧，仲有几耐啊？一揽过就十三亿啊！玩下手，我而家十四亿零二咁啊！系揽多两步去啦，小目标，小目标啊！系啦，咁啊，咁啊喺呢个经济环境之下啦，因为相信咧好多好多嘅朋友咧都同我一样啦，好关注两会啦，咁啊，嗯，咁啊，而且咧，因为我系好特别嘅，因为咧我朝头早咧要送个仔翻学去搭校车啊，所以咧就系啱好佢校车到咧，送到嗰个位咧就系七点钟，咁啊朝头早七点，咁我好自然咁咧我就听呢个中央台嘅节目嘅，而我哋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咧喺嗰段时间咧都系转播呢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嘅呢个新闻噶嘛，啊咁啊，所以就一。并听埋噶嘛？系啦，冇错啦。咁啊，听新闻，所以咧对两会嘅消息啦吓，特别咧呢个我哋嘅李克强总理啦吓，咁啊嗰个闭幕之后嘅嗰、那个人大闭幕之后嘅记者招待会，记招系啦。嗰日晏昼咧，我公司咧都一路咧就系开住，咁啊一路咧就听完吓，冇睇，咁啊听完噶嘛。咁啊的确系咯。咁啊其实咧我哋中国咧其实仲有好多嘅，即系我听完之后咧，其实好感动，我觉得即系总理可以挂住我吓，咁样。即系我哋中国仲有好多，我哋中国仲有六亿人嘅月收入系一千蚊以下嘅，嗯，系啦，咁啊，的确咧就要好需要一齐咁努力啦，系啦，努力啦，努力啦，咁啊，咁啊，其实咧，其实咧，克强总理咧，讲嘅呢个，呢、這个所谓马路经济吓，其实呢个马路经济咧，我相信咧，有听开我哋节目嘅 friend， 都应该知道咧，其实我喺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喂，其实我点解唔去做官嘅吓？嗱，我讲嘅几样嘢咧，而家咧，全部咧都系做紧嘅。啊，中央都支持嘅，但我讲好多年前噶啦、嗯。啊，第一，我咧就话咧，好似广州咁嘅城市咧吓、啊，我哋应该咧将个房地产咧分成两 part， 一 part 咧就系、是豪宅卖俾有钱佬。嗯，卖俾有钱佬，你卖话知你卖三十万一平方，一百万一平方啦，系咪先？系啦，你有钱佬肯买就卖啦，系咪先吓？即系总有呢几渴求嘅，我相信。系啦，冇错。你谂啊，第一卖地，你政府又可以赚钱、嗯；第二，你房地产公司卖咁贵，咁啊，佢又有呢个增值税啊、营业税啊等等嘅税收，你政府可以收，系咪先？第三，呢个有钱佬买，咁佢又交好多税。系啦，交完好多税咧，佢又满足到佢自己，系啊，佢一啲都冇怨言嘅。系啊，所以楼价咧，第一系唔应该压抑嘅。但系应该系做另外一班另外一 part 嘅嘢，就系、是、分两班客。系啦，另外一 part 嘅嘢咧就系多做一啲公租房，真系咧租俾一啲低收入人士，咁咪得咯？呢、這个咪和谐咯，个个有屋住，各取所需。系啊，系啊，系啊，房子系攞嚟住噶嘛，一定啦，系咪先？咁你而家系因为有班人咧系买唔起楼，所以焗租，咁、焗租咧，所以咧先有人买楼去投资租俾你咁样噶嘛，成个逻辑系咁样噶，明白未啊？咁嗰班有钱佬，哇喺你！一间屋，喂，可以见到阿志，阿志，喂，住间屋几大啊？阿志话：，哎呀，而家啲楼咁贵吓，唉，我最近都系买咗间一千方嘅啫嘛。哇，喺、喂，你嗰度五十万一方喎，一千方咪成五个亿，系啊，咁啊，好大压力啊，最近咁啊，即系就俾啲有钱佬佢哋之间互相喺度，互相晒，系互相晒系嘛，啊，虽然一边讲压力，其实就晒紧啫嘛，系咪啦？系啊，冇错啦，由佢哋系啦，好似啱啱喺楼下咁啊，见见到一班人啊，见到一班人啊，阿江喂，你讲咩？江一班人啦，见到江师傅啊，见到江师傅。唉见到轮爷啊是啦咁见到轮爷咁啊嘛又揸一部保时捷咁啊咪先啊咁样咁样互相梗係讲下啦喂你又揸部咩车唉我啲咩车边好揸㗎咁啊嗯梗係咁㗎嘛。即係停埋一边就停埋一边就倾偈啦。係啦冇错啦。买手部车都唔识火啊嘛。就係咁样嘛你明白未啊嗱所以呢样嘢呢我好耐好耐之前呢如果有听我嘅节目嘅 friend 呢
都有咧听到我嘅呢个呼吁，其实真系要应该做啲咧公租房，真系租俾人住嘅、而且咧，我觉得公租房个位咧应该系靠近市中心，因为咧要减低低收入人群嘅通勤压力，系啊，便于佢哋翻工啦、落班啦，呢、這个通勤嘅时间咧，哇，即系好长噶嘛，而家系啊，冇错啦。其实呢啲例子咧喺外国系有噶，其实咧墨西哥啊或者巴西咧都曾经试过咧喺政府咧就起一啲廉价房，喺新加坡都好似好多吓。唔系，我讲嘅另外一件事啊，呢、這个系点解要放喺市中心？点解要放喺市中心？我哋同你讲下，就系、是、点解咧？因为其实南美有啲国家咧，都曾经试过起一啲嘅大型嘅吓，俾啲低收入人群住嘅呢啲住宅区咁啊，但系咧个位置可能远啲，离开市中心，咁出现咗咩问题咧？父母分分钟要打三份工嘅低收入啊嘛，系咪先吓？咁、所以咧唔得人理啲仔女，咁仔女咧喺呢啲屋邨入边咧就又冇网管，最后咧就变咗黑社会。哦，你明白未？系啦，即系佢小朋友呢个成长啊，系爸爸妈妈可能好难喺身边。系啦，所以咧应该咧就喺市中心咧就起多啲。我最近咧听讲话嗰个荔湾广场要拆啊嘛，咁、就应该喺嗰啲位咧就起一啲嘅咧惠及市民一啲好廉价、好廉价嘅廉租房，咁啊令到咧佢哋嘅通勤嘅时间又短啦，通勤嘅支出又低啦，又可以咧多啲时间兼顾自己小朋友啦，咁样系咪先？更多时间回归家庭咁样系啦，冇错啦。嗱，呢一点我早讲过啦。咁关于马路经济咧，其实我都有讲噶。我记得唔知系边一年我喺巴黎吓，我喺巴黎好似系通过电话同你连线做节目，我记得吓。咁咧就系、是、我都有讲，喂嗱，其实巴黎嗰啲咖啡店吓，嗰啲咁嘅餐厅全部摆晒街噶啦，系咪先？嗰啲系风景。影嚟个，哇！呢、這个巴黎嘅风景啊，要影啊，咁啊，系咪先吓？喂，我哋啲，如果你管理得好一啲，点解唔可以俾佢摆上街咧？系咪先？喂，如果真系一个个踎低喺地下咁啊吓，咁啊，哇！污水横流，咁梗系唔好啦，梗系唔得啦。咁如果你真系摆到巴黎咁咧，喂，又系一景噶，系咪先？系啦，而且咧，即系呢一边咧，就可以晒住暖暖嘅太阳咁啊，好舒服咁样吓。系啊，呢啲系何乐而不为咧？咁啊，系啊，冇错啦。其实马路经济都系一个城市嘅风景线，只不过咧系考验呢个城市嘅管理者，明白未啊？当然管理能力噶，当然事系多到好多噶，系咪先？住楼上嗰啲系嫌下边嘈啊，诸如此类，要睇你嘅协调能力啦，等等嘅能力。但系你唔呢、這个难度高，唔代表唔可以做啊嘛。哇，谂唔到咧，总理又支持我，系嘛？几好咧？其实有一样嘢咧，我真系百思，我唔系百思不得其解，我亦思不得其解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我哋而家一搞呢个汽车嘅国六啊，你知唔知咧？就又系令到国家每年有数十亿嘅税收流失。点咧？点咧？点咧？国六呢、這个真系唔知喎。国六标准咧就系咧汽车汽车令嘅汽车排放咧更加之严格同埋环保啦。系好非常好嘅事嚟嘅，绝对啦。我有几多脚举几多手脚嚟支持嘅吓、举尽。但系因为喺个国六咧，就令到咧啲超级跑车咧入唔到嚟。哎呀，譬如话布加迪。譬如话柯尼塞克呢啲，喂大佬，呢啲车你知唔知国家可以收几多税啊？系一部1000万嘅车，国家最少可以收1400万嘅税，赚得多过车厂，你知唔知啊？系嘛，即系一揼都唔止。系啊，系咪先？跟住你谂下，一部咁嘅车系嘛，嗰间车行又赚翻500-600万，系咪先？喂，你500-600万唔使打税噶，增值税啊，等等等等等咁多税。好啦，你嗰个车主有钱佬，你买呢啲车，你唔使交税噶。系咪先？系啦，其实嗰啲有钱佬佢越交得多，佢越开心噶嘛。系啊，即系到晒嗰阵就多压力啦嘛。你分分钟一部车，我同你讲，国家入一部呢啲咁超级顶级跑车，佢国家喺呢啲车上边税收最少超过3000万。系咪先？而家呢个国六标准一出系嘛？一出就斩晒佢哋，我觉得就唔应该咁样嘅。我觉得国六标准应该有，但系对呢啲超级豪车放，话知你国一啦，系咪先？我到时唔俾你喺马路上边开啫嘛，系咪先？系 啊， 啊，你自己去赛车场开下咪得咯？系啊，我唔俾你赛车场，唔俾佢就买翻嚟摆雕塑啊，系咪先？冇问题噶。咁啲有钱佬都中意噶嘛？都中意噶嘛？我屋企有咁嘅雕塑，你有咩？系咪先？你所以嗱，呢一部车3000万，阿志吓，一年中国买呢啲咪300个有钱佬十有啦，系咪先？几多个亿啊？同我计下。哎呀，真系计唔到条数啦。系咪先？十部就3亿。吓，系啦。100部啊，几多亿啊？咁咪真系30亿咯？系咯？系咪先？你我即系我呢啲咁嘅人，即系。
点啊？即系我成为专家。喂，我想做官啊嗱。喂，我真系要做个人大或者政协点样？有咩窿路咧吓？乜讲窿路嘅咩？好似为人民服务啊！你真系好似上个礼拜啊，上上个礼拜嗰封 email 啊，医生嘅爸爸咁，系可唔可以使少少钱？使几万蚊咁，即系顶个你去，你唔使去啦。喂，真系即系喂，大佬，即系你谂下，哇！嗱，我今日讲一番说话，国家每年多30亿嘅税收。特別喺而家呢個嚇，喺而家呢個冠狀病毒啊，喺呢個全球肆虐嘅情況之下，係咪先嚇？各個國家經濟都唔好，係咪先？幾好咧，係咪先？唉，系嘛，咁啊，大笔嘅收入噶，系啊，即系，唉，我呢啲人真系，你觉得我应该做个咩官啊？帮咗你就定咗性啊，做专家，唉，真系，真系你真系，我有咩问题啊？我啊，真系，我真系随时随地咧为国家献计献策噶，我同你讲下字，系嘛、啊，好啊，系啦、啊，就系需要呢啲咁样嘅好公民，系咪先？又唔使做人大，又唔使做政协，又唔使边个官你做，唔使真系、啊、你条傻佬搏命献计献策啊！啊，真系好啊，真系好啊，系咁啊！我哋嘅节目咧叫一些事一些情啊，记住呢个名，记住呢个名吓，咁啊，咁啊，逢星期六及星期日晚咧吓，九点半之后咧都会出现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嘅。咁、啊，坐喺节目里边咧有小小助理啊，助下 Hugo 啦，同埋咧高级小助理啦。咁阿志嘅咁啊，当然嘛，即系小助理又唔紧要啦，关键系我哋所有嘅节目主持人啦。节目期间咧都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啦，通过我哋嘅微信小程序啦，订阅号啦嚟听节目，并且一齐嚟留言主持节目嘅。啊，真系啊，好，啱啱我发出咗几个疑问。咁啊，但都冇暂时咧，微博上边咧未曾有人复我。啊！呢、這个 friend 话双低位呢条一定要读啦。我哋单位咧派嚟市疾控啊，进修呢个新冠检测 PCR 啊、嗯，终于咧喺即系嚟到啦，就饮到咗一些柠檬一些茶。嗯、我点咗芒果，好香好香。嚟嗰阵咧，经过咩嘢宠物店啊个名啦，哇！嗰只金毛真系好乖啊，祝我早日脱单啦咁样。嗯、见到只单身狗你系嘛？仲要系金毛啊？系啦系啦系啦，正啊！唉，真系。佢点解系会嚟广州呢，即系佢嚟进修呢个新冠检测 PCR 啊，嚟进修嘅。哦，所以喺广州饮到咗我哋一些柠檬一些茶。一些茶。哦、原本咧就唔喺广州做嘢嘅。系啦，广州欢迎你吓。嗯，啊呢个 friend， 喂，今晚食咗你哋嘅小龙虾，好正啊！喂，我妈咪啊，仲话将呢个十三香同埋蒜香咧沟埋一齐煮，哇，个味道都可以噃。嗯，哇，系两种味嚟相沟咁样。咁即系又辣辣地啦，咁啊有蒜香啦，系啊有蒜香味啦，咁啊又其实某种程度上咧又沟淡咗少少十三香嘅辣。十三香咧其实已经本来。好辣噶啦，咁啊，咁而溝探咗少少，梗系好味啦。哇，真系啊，你妈咪真系点啊？点 啊？有创意噶妈咪啊！系啦，嗯，系咁啊，好咁啊，呢个 friend Hugo， 你唔好咁天真啦。国家需要大家尽量买国货，特别系国产车咁啊，因为产能过剩吓，减少进口，减少用美金，豪车点可以开绿灯？嗱，天真。天真系咪姓杨啊你？你其实有钱佬，你买佢用美金买咯。有乜问题啫？佢自己揞出嚟啊！你明白未啊？系咪得咯？系咪先？攀比啊嘛，有钱人，有钱人为咩？为攀比噶嘛，系咪先？系咪先？吓，你话诶，点解啲平嘅地方唔去？啲嘢平啊，冇得攀比啊嘛，系咪啊？系啦，即系讲起身冇咁大压力啊嘛，系咪先？即系俾到其他人嘅意思。系啊，啊呢个 friend 喂芝芝，我有咗啦，迫不及待同你哋分享呢个好消息啊！祝福我啦，祝 B B 健健康康，恭喜晒，恭喜晒啊！系啦 ，B B 健健康康。系，冇错啦吓。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咧，听日咧就要考高考嘅英语啊，听说考试啦，求两老开金口，中学考试咧顺利啊，逢考必过。咁啊，嗱声啦吓，仲听心机你唔系嘛？仲听我哋节目？冇听冇听啊！所有高三学生啊，所有咧就系有啲咧就英语考试咧已经考咗噶啦嘛。之前啊，我记得好似早排旧年就好似有考噶啦，已经吓。系嘛？好似而家英文系分开，即系唔一定系定时考，好似有几次机会啊嘛。系啦，冇错啦。咁啊，无论咧你系。
听日考唔考呢个高考嘅英语啦，咁样所有高三学生咁啊，希望咧就系嗱一声咁啊，读书读书读书咁啊，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咧好闲嘅啫，我哋嘅节目啊，我哋嘅节目咧你高考完可以 down 翻嚟听噶嘛，只要上我哋网站啊，www.loveq.cn 啊，或者我哋嘅微信订阅号啦，或者我哋嘅小程序啦，全部都可以听翻噶嘛，知唔知啊？就算系咧，我哋之前做嘅呢个视频直播咧，其实而家喺我哋嘅微信订阅号啦、小程序咧，都可以睇翻嘅。咁啊，请关注咧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订阅号啦，咁啊，系啦，咁啊，所有高三 friend 啦，咁啊，揸紧时间啦，仲有咧，即系你嚟紧高考日子咧，都唔系太耐嘅啫，咁啊，最尾一脚，加油啊！嗯，系啦，咁啊，呢个 friend 话 Hugo 晚上好啊，最近喺天河食咗一间咧好好食嘅重庆豆花面啊，想起咧中大曹宇老师嘅《中国吃辣史》咁啊，诶，有呢本书嘅咩啊？你有冇睇过啊？佢系广州人啊，写呢本书之前咧，唔系点样食辣噶吓、啊？我觉得呢个组合好有趣、啊，诶 ，OK 吓、啊，系嘛？佢自己唔系好食辣啊，系写咗本咁嘢，系咁啊，我会尽快翻嚟睇下嘅吓，系咁啊，最近都买咗好多本书啊，最近买一本书叫《大流行》。系嘛？嗯，哦，即系谂下点样先可以流行啊？新鲜滚热辣就系写呢个新冠病毒嘅。哦，啊，但系咧佢系从一个佢唔系从呢个，当然唔系一本医学著作医学啊病理啊嗰啲书啦。系佢系一本从社会啊，特别从消费角度嚟睇，一个流行疾病对于成个社会嘅呢个影响嘅。嗯，好啦，啊咁啊留意啊，睇有机会啊。系啊，呢个 friend 话喂 Hugo 阿志啊，我系听你节目一个月嘅新低迷啊，我最近咧都几低。低迷下嘅咩事咧？加我喺微信咧，同一个女生表白啊嘛，佢问我有冇听过你哋嘅一句金句，又话你唔觉得咁样差咗啲咩咧？咁样我真系一头雾水啊，因为听咗一个月咁多，麻烦两老俾个意见拆下，即系拆掂呢个蛋先咁啊！唔系咧，我就从周日开始霸听节目五日咁样哦，即系周六出游又听翻啊！好哇，你如果霸听，你真系有蚀底，因为咧我哋对落啊，星期三啊，周三晚我哋。有啊，而家系啦，我哋咧，其实咧，而家咧，每个星期三晚咧，我哋都会喺我哋嘅一些事一些情嘅微信小程序啦，做一个咧，做一个咧，视频版嘅一些事一些情，系唔单止可以咧，同我哋一齐倾偈啦，吓咁啊，分享 email 啦，仲可以咧睇到我哋啊，系啦，咁啊，仲有呢个画面嘅内容咁样样啊，周三晚咧，呢样嘢话，如果你中间白听嘅话咧。诶、啊，赚啲你真系蚀底啦！同埋呢个对落呢个星期三咧，就呢、這个有两条友啦，咁啊呢、這个袁启聪呢个九年义务教育嘅呢个流亡之余啊，咁啊周鸿飞啦，同、啊、我哋斗普通话。咁咧就我哋咧已经系咁样噶啦，基本上嘅具体嘅呢个比赛方式咧仲未定啦，咁啊，但系咧场地咧佢哋咧就话要去佢哋主场啊，即系玩主场啦，系啦系啦，咁、哦、我哋嘅踢客场，系、哦、嘛，咁、啊、我冇所谓嘅，斗样嘛，系 啊，其实我都唔明佢你喂普通话唔好啊唔好啦，系咪先？系啊系啊，好多历史知识佢哋两个都唔识噶吓，一般去到客场就系做咩啊踢馆嘅啫嘛，有咩做啫系咪先？我哋冇林中人系咪先？啊，走去你嗰度，喂，大佬你大镬噶，知唔知啊？唔系猛龙啊，真系唔过江啊！嗱，系啊，冇错啦。唉，系啦，咁啊，嚟紧嘅周三晚咧，都喺我哋嘅啊微信小程序上面咧，即系直播啦，直播咁、嗯，我哋咧同嗰两位啦、一齐玩嘅咁。系啦，冇错啦，咁啊，好，咁啊，万众景仰嘅 Ben 哥嚟报道啊，阿 Ben 哥咧，啱啱喺节目之前咧，我见到先喺群度咧就发表、长篇大论啊嘛，发表好多关于婚姻嘅睇法。系啊，系啊，佢即系惊我哋唔提佢啊，系咪咁嘅意思咧？佢咁万众景仰。唉真係、好我就係唔提佢又點呀咁啊唉长篇大论之下冇人提真係提寫咗好多对婚姻对家庭嘅睇法係呀係啦佢而家即係觉得自己好有睇法㗎佢係呀又唔敢离婚喎关键係
唉，嗱，所以呢样嘢就令到我睇你唔起啊 ，friend 哥，系咪先？嗱，如果咧你又对婚姻、对家庭咧有咁多嘅睇法啊，又帮人哋啊，又帮我哋一啲出谋献计啦，喺婚姻上边有问题嘅 friend 啦吓，谂计咁啊，系咪先啊？咁唔该你自己离下婚啊嘛，系咪先？你离完婚之后，你先知道啊，你先知道系当事人身份，系冇错，你先可以以个角度嚟讲嘛。正如阿何鹏大哥话斋，你都未买个 T 五 T 六，系咪先？你凭咩讲车啊？咁啊，系咪先？咁呢样嘢真系好鬼有道理，我觉得。我觉得袁启聪话冇得搏噶，系咪先？啱唔啱啊？啱唔啱？系咪先？就好似你讲女明星咁样，系咪先？你边个够胆？嗱，香港女明星计，你边个够胆？刘联同先生讲一句，你其他人收晒声啦。咁肯定要啦，系咪先？你试过咩？系咪先？冇得倾，咪就系、是、咯。所以呢个逻辑，阿何生嘅逻辑，其实同阿刘生嘅逻辑一样嘅。是咪冇、得搏㗎你袁启聪你搏咩呀你学普通话啦你。從基礎揸起。喂仲要呢钟鸿飞呢就上个礼拜呢就又发咗个微博嘛话、自己去做 gym 嘛。结果俾眼尖嘅网友发现咗佢个手环嘛。哇你大保健。去嗰度学普通话又系一个方法喎其实哇我见到。哇即系佢哋真系为达目的即系不择手段喎。系啊，呢啲冲绳班喺嗰度咩？啊，唔知啊，反正咧啲 friend 而家下边回复咧就三咩、三楼贵宾一位咁，戴咗个手环，唉，真系。真系对方真系来势汹汹喎。但系我真系好负责咁讲，佢只系学普通。诶，正话说话未讲完吓，咁啊已经到呢个正点嘅报时啦。喺度咧，我唔知道咧，阿钟鸿飞太太啦有冇听节目啦吓。喺度咧，其实我好负责任咁可以同你讲一声吓。咁啊，阿钟鸿飞去嘅地方咧，其实真系冇做咩其他嘢啊，佢只系去学普通话嘅啫。系啦，因为嚟紧系星期三咧，的确对佢哋系压力好大嘅。系啊，所以咧就系要逼到佢哋咧要好急、好快咁样进修。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你唔好胡思乱想啊，唔好啊，老公点样去埋晒啲地方？咁其实唔係嘅即係人呢有时呢去一个地方其实佢係为佢个需求而去嘅。嗯係咪係啦咁所以呢我哋就知道佢呢个星期嘅需求係咁样嘅。係啦如果下星期再去呢就唔关我哋事啦。即係星期四再去都唔关我哋事。佢应该係做坏事啦就。嗱呢个 friend 去呢度呢个需求就 OK 嘅。係。我听日呢就去黄埔图书馆香雪店睇书一日。係。有冇 friend 一起交流一下知识啊请食中午饭。哇去书店㗎嘛睇图书馆睇一日书㗎嘛。香雪店啊黄埔图书馆喺边度呢黄埔区啦吓我黄埔通嚟㗎我係。係咩係㗎。人去交流知识咁样。係啦你有目的嘅㗎嘛。好咁啊手上呢揸住一封个 email, 咁啊呢封 email 呢就希望呢可以喺2020年嘅5月30日前读出嘅。咁答正都算係前啦咪先啊。係。嗯好啊呢个呢係一封呢写俾朱乸嘅求婚信。好希望非常地希望呢封邮件呢可以喺2020年嘅5月30日前呢被读出。因为呢佢都係粉丝。我同佢呢每期都有听。如果有读出请播遇见作为背景音乐。感谢万分万分感谢。咁啊唔生气我哋 friend 嚟㗎嘛。相低好小弟不才我叫 Ben 啊。不过唔系人妻杀手阿 Ben, 亦唔系咧，嗰、那个咧喺平安银行咧衰衰地个阿 Ben, 更加唔系咧世仇嗰个阿 Ben 啊，两家世仇嗰、那个好多 Ben 啊，叫得 Ben 哥真系唔简单，唔简单啊，真系啊，系我只系平平凡凡嘅 Ben 啊，两位前辈可以叫我 Ben 仔嘅。我一个听咗你节目17年嘅老粉丝但呢次呢係我第一次呢 send 邮件俾你哋。小弟不才我冇咩感情问题呢需要咨询。呢次呢发邮件俾你哋呢主要係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係、是、小弟我准备结婚啦。但呢总觉得少咗啲乜嘢。认认真真咁样諗咗下觉得 Hugo 讲得啱。爱情呢係需要仪式感嘅。所以求婚都系。我所諗到最好嘅求婚就是呢封邮件可以在节目中被读出讲出我所想爱我所爱、yeah.
第二个原因啊，当然就为所有叫阿 Ben 嘅男人咧抱不平啦吓。女人咧应该好少英文名叫阿 Ben 嘅话，好几次咧喺节目中咧听到双低讲阿 Ben 啊，咩人妻杀手阿 Ben 啊，咩世仇 Ben 啊咁啊，啊仲有咧中意听多人运动嘅平安银行阿 Ben 啊，而误导咗听众，等佢哋以为咧所有叫阿 Ben 嘅男人咧都唔系好男人，从此 Ben 呢个英文名咧被贴上标签，被贴上贱、咸湿同埋渣男，所以小弟不才。呢次咧，我要企出嚟为阿 Ben 澄清一下，我唔系话自己系个好人，自卖自夸，我只系用自己嘅故事嚟讲一下，叫阿 Ben 哥嘅，其实可能都有好嘅一面。啊，即系最尾呢个语句都好谨慎啊，可能都有好嘅一面噶。系系咁啊，各位听众系咪觉得我漏咗啲咩事咧？吓，冇错，就系、是、凡系写邮件一定要先称赞上帝嘅。但咧，我覺得咧，表面嘅稱讚相低咧，只係好膚淺嘅行為。而最好嘅稱讚咧，當然係用行動去支持，多多去 Love Q 商城購物，口甜口甜舌滑，爽只係爽一時，仲係行動最實際。相低，你哋覺得咧？哇，當然啦嚇，咁啊，哇，簡直覺得到，覺得你嘅誠意啊，係。嗯，所以咧，我已經用行動去支持啦。老司機紅鯊魚、藍鯊魚啊，嗰呢個你哋嘅楊果酒，楊果酒係咩酒啊？唔知啊，我都掃咗好多支啦 ，friend 嚟啊嘛。閒話小說言歸正傳，咁啊，求婚書咧就應該有求婚書嘅樣子啊。好啦，咁啊，先等下我講下我同佢嘅故事啊。佢叫朱娜。朱娜當然唔係佢個名啦，係我幫佢起個花名。我同佢係相親認識㗎喎，DL 識㗎喎。係呀，呢種認識呢其實好有基礎㗎。係囉，咁啊，好，咁啊，其實喂 ,DL 認識嘅呢，唔即係會唔會係即係比較嗰啲即係話大家去到單刀直入呢，即係唔會好似我嘅 friend 咁浪漫喎。咁、會唔會就係所以咪而家要需要一個儀式返嚟囉。冇錯啦，冇錯啦。好，咁啊，我同佢呢係 DL 認識㗎，小弟不才啊都相過幾次親。第一次呢相睇呢，我係有啲介意㗎。啊，好似我咁優秀嘅人竟然都需要靠相睇嚟認識對方。嘩，呢樣嘢實在有啲傷人啊。唔憤氣。真係有啲傷人啊。唉，咁啊，內心係痛嘅當時啊。系咁啊，后来咧相亲啊，呢、這个相睇去多咗，亦都习惯咗，适应能力真系强。我哋人类嘅适应能力都好强噶，就系、是，唉咁啊，其实咧相睇咧都系一种缘分。我一早节目度讲咗相睇都系一种缘分啦，系咪先？其实咧我系唔想错过任何一种缘分啊，而佢朱娜咧就系、是、我最后一个相亲嘅缘分。讲开最后呢个词啊，我谂起 Hugo 哥喺某期节目里边咧讲过一个话题，话如果女生问男生啊，我系你第几任女朋友？呢、这个时候咧，男生如果话前任太多，又显得太滥交；话前任太少，又令女生咧会觉得你魅力唔够啊。这个咧系一条情商题啊，亦系一条送命题，而最佳嘅答案。我咧就系你系我最后一个女朋友，避重就轻咁样回答，可以咧挽回一条性命啊！的确，朱娜佢就系我最后一个女朋友。嗯，系啦，无论系送命又好，又送分好啦，我相信喺我哋 friend 面前绝对系送分题啦。同佢第一次见面啊！我冇對佢呢一見鍾情啊，不過都冇乜反感啦。點講呢，就係嗰種呢情投，就係冇嗰種啊情投意合嘅感覺啊，總係覺得一切呢嚟得太快啦，好似喺度趕時間咁樣啊，唔係我啊想要嘅愛情啊。嗰陣呢我都唔知道我要嘅係乜嘢愛情。後來呢我同阿朱娜隔咗幾個月冇見面，亦都冇聯繫。第二次微信佢亦只係呢無聊咁樣傾咗幾句。然後呢又隔咗幾個月喎。即係可想而知嗰種
相见大家感觉是一般般咁啊，吓，但系咧就一种联系咧仲 keep 住嘅，系啊，就一种 keep 住嘅联系发生嗰边。哇，我哋嘅 friend 即系呢种节奏控制真系啊，吓，即系唔系普通人可以学噶，系啊，亦都唔系普通对手可以适应咁，所以真系缘分啊，系啊，系啊，咁啊，啊，我第三次微信佢，我哋咧就开始咧尝试交往啦，或者呢个就系缘分啦，千丝万缕地咧将我哋两个咧联系埋一齐。嗯，哇，真系得啊！我同佢咧，边个咧，我同佢咧，边个都冇开口表白，系好自然咁样交往，好自然咁样煲饭，好自然咁样成为咗情侣咁啊！交往煲饭再成为情侣嘅，系啦，睇嚟呢个节奏系咁样，即系佢哋嘅节奏系咁样样啦，系啦，即系当然啦，咁啊，所有嘅前提都系好自然咁样去进行嘅、嗯，啊，真系好自然啊！咁阿志，你觉得呢种咁自然嘅，咁自然，自然啊，系咁自然啊嘅呢、這个呢、這个呢、這个流程啱唔啱咧？其实都因人而异啊，相信对于佢嚟讲系啱噶，啱、啊。你好多时缺咗第三步系嘛？啱嘅啱嘅，对于佢哋嚟讲啊，你只不过将第三步嘅节奏控制得稳咗啲啊嘛。每个人有唔同嘅节奏啊。唔好话我冇第三步，我系有嘅，只不过我嘅节奏系可能同你嘅节奏系唔 match 到，系咪先？哎呀，佢话咧，佢话咧，到底系煲咗饭先成为情侣，定系成为咗情侣再煲饭嘅咧？我真系唔记得啦，好、啊、模糊系嘛、啊？我真系唔记得啦，情到浓时何必太在意咧？啊，系啦，系咪先？啊，即系两情相悦之时，系咪先？嗱，呢样嘢真系好难讲噶嘛。系啊，嗰刻嘅感觉，系咪先？嗰刻嘅冲动系嘛啦？就算大家即系未正式咁样认可对方系呢、這个情侣啦，但喺内心可能呢种渴望嘅浓度已经好高噶啦。系啦，已经直接咧就展示喺自己嘅动作啊、嗯、行动当中啦，系咪啦？其实好难讲系边个先边个后啊。系，又何必太在意咧？咁样。系吓、啊，好咁啊，然之后咧就系、是、啊，唔记得啦吓，情到浓时何必太在意咧？后来啊，佢话缺少咗啲仪式感，嗯、我咧就补翻咗表白，亦补翻咗玫瑰花。讲到仪式感呢个问题，我哋当时就约定咗煲饭煲到99次咧就结婚，而最后一次咧就留俾洞房花烛夜。哇！喂，即系喺呢方面系嘛？即系其实我觉得对于我哋嘅缘分学嚟讲咧，系其实好重要嘅一个理论支持，系一个系哇！呢个标本真系系啊，呢个标本即系冇谂到喺缘分学当中都可以量化嘅，系啊，即系有可以量化嘅嘢嘅，系冇错冇错，不得了啊！通常缘分咧，俾人哋感觉咧系好虚幻啊，系啊系啊。但系咧，佢哋咧将呢种虚幻咧落到咗一个实处，系啦，系咪先？而且有量化标准，系啊，啊咁啊，99次代表长长久久啊，嗯，而最后咧洞房花烛夜咧凑够100次，就系、是、百年好合。哇！真系太跳到你，真系叫得阿 Ben 嗰啲，你真系有时你就冇办法嘅，有时冇得澄清啊！你哋就系异于常人，你话系咪先？嗱，哇！真系不得了，不得了，系啊，系嘛？系啊，你讲咩 Tony 啊、雷文嗰啲有冇呢啲嘢啊？冇噶嘛。唉，喂阿 Ben 啊 Ben 啊，平安 Ben 哥，你走咗未啊？你有冇试过你？你从拍拖到依家有冇啊？仲未为自己定攞个量化标准啊？嗱哇！呢啲 friend 咁哇，呢个 friend 太厉害啦！系啊，嗯，哇，真系听到真系不得了，不得了，唉，太正太正啦，系。唉，咁啊，好咁其实佢我觉得即係其实都有疑问㗎，你觉得呢係佢自己心中有一个计划係两定係两个人共同嘅计划呢？我觉得即係讲出嚟啦，讲出嚟先係计划㗎嘛，係咪先？
啊、即系摆明噶啦，系摆明噶嘛，两个人嗱呢样嘢两个人配合噶嘛，系啊系啊系啊，嗯、即系系咪先？第几次就开始讲咧？吓、啊，我唔知啊，一开始就讲，一开始就讲，讲定又嚟，唉，我哋早啲结婚啦，可以系啊，系嘛咁急嘅咩？咪我好急啊嘛，系咪先？哇，呢样嘢真系攞命啊！系啊，我真系可以提得出呢啲要求嘅，真系阿 Ben 哥，即系如果唔系你今晚话求婚嘅话咧，即系我好多词汇送俾你啊！当日美好嘅词汇都系，反正就系真系名副其实啦！你真系冇办法啦，呢个名啊，系嗰、那个平安银行就够胆话万众景仰你啊！系啊，双形见绝啦！呢个 title 让俾我哋呢个 Ben 哥，系啊系啊，真系完全要让位啊！你系啊，哇，太劲啦，太劲啦，不得了啊！系啊，而且。啊、又好似讲到头头是道咁啊！你冇办法去破解啊！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系咪写政治嚟记录次数啊？二十个政治啊，二十个政治啊，结婚噶、啊！呢个 friend 话：哇，呢、這个阿 Ben 真系犀利啊！Tony 嘅老师最多系叫我哋多啲办卡嘅啫。我真系得喎，好啦，真系冇办法。唉，呢、這个 friend 都感叹啊！如果我嘅相睇对象正常啲咧，我都脱咗单啊！不过冇办法啊。好啦，冇办法，冇办法，真系呢样嘢，好嘢，好嘢啊！即系好多好多嘢咧，系你羡慕唔嚟噶，真系啊！系啦、嗯，所以大家即系起名要慎重啊，反正系冇错。即系你如果自己即系冇咁嘅气场，你冇起叫阿 Ben， 我冇翻咁上下，你真系唔好立乱啊！系咁啊！当然最后咧，我哋咧煲饭连十次都唔到啊！但呢个系咩关系呢？仪式感唔够，其他嘢补啊嘛！人生有好多乐趣嘅，唔好净系谂住煲饭。阿志唔系讲我。佢帮自己解释啫嘛，系。既然咧讲到煲饭，顺便咧为大家科普一下知识啦。啊，呢、這个问题咧系佢问我嘅，佢、问我老汉推车同马后炮咧有咩唔同啊？咁我咧就话老汉推车咧系老汉喺度喐，系马后炮咧系马喺度喐。咁啊咁样哦，系啊，我哋都讲啦，呢个系前置引擎，系咪先？同后置引擎嘅呢个关系啊嘛，系啦，系咪先？嗯。唉，咁啊，唉，佢话抱歉啊，情不自禁开咗车，咁啊，哇，两个人之间啫，佢两个，怪唔知咁鬼情投意合啦，真系，唉，天作之合啊，天作之合啊，咁啊，好啦，讲开求婚信咧，就呢度咧啊，就呢啲，讲咗一大堆啊，其实咧我都唔知自己讲啲乜嘢啊，突然间好想刮自己两巴，好让自己咧清醒过嚟啊 ，OK 啦。到依家咧就要重新整理一下语言啦吓，组织下语言吓。讲老实话，求婚信应该点写咧？所有摩羯男咧是否都有呢个烦恼咧？呢、這个咧可能都系摩羯男最大嘅通病啩，唔识得用甜言蜜语去表达爱啊。我反而咧唔觉得用甜言蜜语去表达爱咧，有时咧都系一种嘅优点，因为佢哋咧会用恒大因为佢哋咧反而会用行动去表达爱。咁样嘅男人呢係最暖嘅。嗯。啊淨係讲唔識做嘅呢係渣男。淨係做唔讲嘅呢係直男。你鍾意渣男定係鍾意直男啊，但好似我咁又做又讲，小弟做不到 啊就让我做个直男啦。好咁啊。啊，即系佢嘅理由啊，有时咧、我虽然唔擅长讲啊，但系咧我做起身都好实在啊。冇错啦，佢话咧两个人啊，其实相处情投意合之下咧，诶、你知道我嘅长处同短处吓、我亦知道你嘅深浅咁啊，可能即系讲脾气方面啦、绝对系啦，呢、這个要双方咧接触嘅长时间吓，先、了解对方。系啦系啦，冇错啦，咁咧先至足以啊。好啦，呢封求婚信咧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啊，等小弟真系认认真真咁样求一次婚啦吓，请 Hugo 用林峰求婚时嘅语气读出啊！哇，林峰，即系嗰种系咩语气啦？好，再嚟一次啊！林峰求婚系咩语气？我真系唔知道、结咗婚啊，林峰唔知啊？啊，喂，我对佢嘅呢个我对佢呢个信息咧，仲系停留喺呢、這个千语嘅嗰个年代、即系影相啊，系嘛？吴千语啊？啊唔系吴千语影相啊，另一个啊，边个影相？系咪吴千语影相？吴千语影咩相？即系瞓住咁样影相啊嘛？
唔係呀嘛，嗰、那個唔係林峰，嗰、那個係吳卓羲，係嗰個嫁咗人嗰個女星影㗎，即係好似范冰冰嗰個啊，嗰、那個後咩又同一個同一個武警嘅戰士結咗婚啊。林峰都有影呀嘛，林峰都有影咩，係嘛，唔知喎、啊。唔知喎、啊、我印象中好似係咁㗎喎。啊！等等等 ，friend 话我哋知啦，系啊，唔、知有冇记错啊？系啊，吓、我哋啲助理有咩理由知咁多嘢啦？系咪先？系啊，系、咁系我啲主持人先知得多啦，绝对嘅，系咪先？啊 ，OK， 咁啊，唔好阻住啊，酝酿下情绪啊。诶、林峰点讲嘢啊？林峰讲嘢好似有啲早期咧睇《寻秦记》咧就有啲扮古天乐噶，即系专登去哦咁样噶，咁样。但系而家我真系好耐冇关注佢咯，系嘛？嗯由佢啦，啊是但啦，系啦系啦，你点读就系林峰噶啦，系我就系林峰，玉树林峰，一日到晚去呢个玉树公园跑步嘅人，仲唔系玉树林峰，系咪先啊？嗯，音乐 music， 朱娜，虽然我哋约好咗520登记结婚，但系我。屈指一算，认真咁样谂过，520咧嗰日诸事不宜啊，当然啦，亦不适宜结婚。我哋中国人嚟噶嘛，仲系应该尊重中国人嘅传统嘅，所以咧，我拣咗530嘅。530咧，万事皆宜啊。530系520嘅升级版，就系更加爱你嘅意思啊。傻猪，你嫁俾我啦，我有啲蠢。往后余生请多指教，爱你的主公。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好啦，咁啊，以一个我想象中呢个林峰嘅语气啦，同你读出咗呢、這个啊呢、這个求婚信啊，但系读我忍咗好耐啊，好记啦。喂，但我都几欣赏佢入边嗰句话噶吓，啊530系520嘅三级版吓，升级版啊，系。嗱，呢个人个脑海有啲谂住啲咩嘢？我谂咩咧？我谂520就系2.0版本啊。530是 3.0 版本咁样咁样吓，唉，真係不得了。反正宝马530係贵过宝马520嘅。咁就得啦。升级版。唉千祈唔好咩七月份啊八月份结婚啦，係咪嗰啲好贵㗎。七系啊嗰啲八系啊嗰啲。系啦，咁啊，读紧 smile 嘅同时咧，啲 friend 即刻发上嚟，林峰有啊，潘双双啊，系啊，关键咧仲发埋个杂志封面噶，真系攞命啊，真系、啊！潘双双好多 friend 都喺度喺呢边讲啦，林峰同潘双双咁啊，系呢个 friend 咧就话咧，同吴卓羲嗰个咧系张馨予啊，啊系啊系啊系啊，张馨予啊，哇真系！哇！真系攞命哇、啊！呢个 friend Hugo， 你读嘅唔系林峰啊，系林敏聪啊！呢个 friend 话林峰读出咗林雪嘅感觉。哎呀！呢个 friend 话求 Ben 哥嘅心理阴影面证。唉，呢个 friend 话你哋两个人一人嘅一张床照，OK 啦，OK 啦，OK 啦，分开记好啲啊嘛，两个夹埋你唔使记咁多嘛，夹埋啱晒啦，系啊，走唔甩啦，唉，呢个 friend 话边听边做运动啊，哦，唔系边做运。
冻啊，边听啊，笑到我咧挫亲条气。呢个 friend 话：我极度怀疑你想笑死我之后，然之后继承我嘅花呗，花呗，系咩？我其实我自己听翻嗱，有时咧人咧自己咧通过自己嘅耳仔咧听自己嘅声线啊，因为唔单止系即系唔单止系听听声音通过呢个口腔发出嚟以后噶，仲喺身体内部咧仲接收到一啲嘅声音噶嘛，所以咧有时咧自己听。聽同人哋聽自己把聲係唔同嘅。啊、有時自己錄音之後，聽翻，把聲唔似我自己嘅，係啦，咁啊，覺得好似有少少怪怪地，陌生嘅嘛。係啊，但問題咧就係、是，問題咧就係、是、我自己覺得我幾似林峰啊，真係讀得，係嘛？即係你意思係你已經盡咗力啦，你已經盡力啦，都係咁。呢個 friend 話是胖虎吧，技安啊。是奇安声啊呢、這个。好啦呢个 friend 话自述暴露啦三级。三级版本 ,3.0 版本啫。是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你点解读到好似咬条脷咁嘅。唉，真系呢个朋友对唔住，把声一出笑趴。呢个朋友我而家好担心，经理一读呢个分琴搞得成咧。喂，但系阿朱楼话唔得啦，我哋都要 keep 翻99次先得啦，而家10多次啦，嚟仲未到啊，仲未到时间。喂，但系虽然有人咁问，喂，呢个朋友似陈小春、啊，系嘛？但有人又咁問喎、啊、即係居然發財嘅子叔萬歲，好麻煩啦，子叔同我問啦 ,Hugo 還有冇幫人讀求婚 email 啦，發咗封 email 幾個月都冇消息，即係嗰邊話得唔得，呢邊有人問你讀唔讀喎，讀讀兩派意見啦、啊、讀讀讀啊，呢個業務再開展㗎，再開展㗎，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再發一次再發一次啊，唔係你發去邊個郵箱先，你發去我哋loveq@loveq.cn 啊 ,loveq@loveq.cn 呢就穩陣啲咁啊，因為呢你如果發嚟這個微信的订阅号呢，因为呢我們的小助理呢每日收到很多，他每日給我呢又給我鬧，喂你不懂集齊一齊給我的，這樣跟住呢跟住呢他就集齊一次給我、啊、跟住又給我鬧，有沒有搞錯，你這麼大疊東西要我一次過看完，你傻的這樣、嗯、然後呢他呢就很無所適從，現在給你不是好呢，究竟給不給你好呢，給每個星期都給一次啦，現在所以咧，如果你系礼拜一寄嚟嘅话咧，咁我可能到星期五先睇到咯，咁啊，因为佢集齐一沓俾我咁样，咁、嗯、所以咧，如果你想我系可以尽快睇到咧，可以 send 嚟我哋 loveq@loveq.cn 吓、嗯，系啦，啊，咁、嗯、我哋可以第一时间都好快睇到嘅，嗯，冇错啦吓，好，咁啊，呢个 friend 话咩啊，寄安胖虎暴露年龄啦，咁啊，我啲90后未睇过。咁你估真係啊好咁啊呢封 email 其实仲未完啊。PS 啊呢封邮件呢係2020年呢5月22号深夜23:58先完成啊。历时呢最少3个钟头。中午呢喺麦当劳寫咗个几钟，晏昼呢喺高铁上面呢寫咗个几钟，晚黑呢喺我哋嘅新家寫咗个几钟，喺、嗯、一个结婚嘅新房啊。真係好用心去寫㗎，所以呢我都好希望亦都好期待啊。呢封求婚信呢可以喺2020年嘅5月30号前呢被读出㗎嘛。最后呢祝愿双低嘅节目越嚟越火 ，Love Q 商城大卖特卖，有对象嘅粉丝相亲相爱，幸福到老；冇对象嘅粉丝马上脱单，甜甜蜜蜜，晚安，系嘛？好啦，好多谢我哋嘅 friend， 真系好多谢 friend 啊！我哋嘅 friend 阿 Ben 咁啊，希望咧我读出求婚嗰一段咧吓，不至于咧令事情咧吓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啦，我都知道肯定有啲嘢。但系我觉得呢样嘢你大扯，我放心喎、即系阿 Ben 哥呢个人系嘛、有咩问题佢解决唔到、所以你尽可放心，尽可放心，尽可放心啊！哎呀、我哋好劲嘅一个 friend 啦，一封嘅求婚 email 啊，今日做咩咧？咁你谂唔谂？系啦，恭喜晒，恭喜晒啊！恭喜晒啊！祝愿你哋咧，永远幸福，白头到老咁啊，早生贵子咁啊！
系快开心心，系啦，反正咧，所有对于一对新人嘅最好嘅祝福咧，全部都送晒俾你吓。嗯，啊呢个 friend 话同你哋分享一件趣事啊，前两日咧去做胎监啊，肚入边嘅 B B 咧唔配合，唔系点喐，后屘咧播咗你哋嘅恭喜发财咧，佢就喐起身啦，哇，不愧为咧神奇嘅舞曲，第二次胎监咧就合格啦，咁求两老开金口。保佑我哋屋企低二代咧身体健康，足月出世。佢咧从娘胎开始就听节目长大噶啦，咁啊，哇，系恭喜恭喜，顺顺利利，系恭喜晒恭喜晒啊 ！OK， 咁啊，差唔多差唔多够半点报时啦，系嘛、好，咁啊，半点报时翻嚟再见。半点报时系由对血管好、对心脏好嘅天草丹心补心茶，广药白云山小柴胡。大森林连锁药店联合特约播出。北京时间22:30。系啦，继续翻翻我哋节目啊！一些事，一些情，逢星期六及星期日晚咧9:30就会出现喺珠江经济广播电台嘅。咁啊，如果你而家打开收听嘅话咧，都唔迟，仲有半个钟头咧，可以同我哋一齐咧分享啦，我哋生活上嘅所有嘅事情啦，吓一些事，一些情嘅咁啊。呢、這个 friend 咧就听完呢封 email 之后咧，搞到我都想去呢个相睇啊！跟住咧揾到一个咧煲饭99次，第100次咧就结婚嘅男人。女生发哇，女生发上嚟，即系讲明咧，即系阿 Bang 哥嘅，即系呢一套计划咧，其实系可行嘅，系可行噶，系啊，即系唔系话得把口讲嘅，系啊，你睇一个可操性好强啊，一个女生一听就已经，自己咧已经系觉得应该系，即系好有道理啊，听起身系咯，应该尝试下啦，系嘛，好呢、這个 friend 话，哇，烧我真心唔贵啊，上次我喺街边买半只啊，都120元啊，梗系啦，而且嚟自系名牌噶嘛，不得了。我介绍你喎，咁啊唔先吓。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咧，呢个 friend 话咩话啊？哦，呢个 friend 话太古汇嘅老总系我嘅师姐，咁啊，喂，嗱声嗌佢，你联系我啊，我揾佢有事啊，真，我揾佢有事。啊，靓仔志志啊，求开金口啊，祝我咧听日咧验孕好人，想送老公一个惊喜做父亲节礼物咁样，恭喜，心想事成，系，哇，下个月就父亲节啦，系啊，所以咧就送礼物咁啊，系啦，冇错啦，咁啊，好，咁啊，Hugo 麻烦读出啦，我系17年嘅老低。今日咧系我同我老婆咧 Gaga 咧结婚登记注册8周年嘅日子啊！多谢你啊 ，Gaga， 当年你嘅感嫁之恩吓，都好勇啊！当时系啊，即系好大勇气啊！系多谢你帮我生咗一对可爱嘅双胞胎，爱你一辈子咁啊！哇，好 sweet 系咯，咁啊8年啦吓。好咁啊，这个 friend 呢个 friend 呢就话咩话，这个 friend 呢就哦阿 Ben 啊你就係 Ben 啊，佢啊我就係发呢封邮件阿 Ben 啊，阿朱娜佢都有听嘅，现场呢两个人同时听，佢好开心啊，佢好满意啊，多谢你哋啊心头一嚿大石啊啊佢冇讲呢个版本演绎成点㗎，系啊唔夸赞下嘅点解係咪，其实会唔会系即係呢啲即系去到呢一刻咧，即系形式更加重于内容啦，系咁样样。系有呢个心喺度啊。系啊，无论 Hugo 读成点样，我唔知啦。系你都系我心目中嘅林峰。有咩怪 Hugo 啦？系啊。可以将所有嘢卸晒俾我噶，咁啊，兄弟啊，最近咧我闺蜜咧就分咗手啦，男方咧罗列咗一系列嘅清单。要求女仔咧还钱，咁啊？请问系咩心态咧？应唔应该还咧？补充信息啊，呢、這个男方咧系十分有钱嘅，且控制欲非常强，咁啊，强到咧连女仔着咩衫、剪咩发型咧都要控制。拍拖2年，女方咧被精神折磨咗1.5年啊，趁住疫情分手，咁啊，跟住咧男方咧突然之间咧就系恐吓啦，同埋骚扰啦，女方屋企人啦、
啊，同埋朋友啊，或者咧就系、是、即系有时咧、啊、就恐吓啊骚扰女方屋企人同朋友，嗯、而有时咧又跪求唔好离开咁样啊，一个控制欲系好强嘅男生咁啊，但系问题咧，我谂就系、是、无论即系强唔强啦，其实系双方嘅感觉嚟嘅，咁啊佢都话斋啦，咁啊年纪嘅呢个煎熬咧，咁其实都逼于无奈先分手嘅，系冇错啦，即系应该就，但系对方要佢还钱系嘛，嗱、啊、呢样嘢咧，我觉得咧。就其实咧就真系有得打噶，有得打啊呢个官司，因为当时你又冇任何嘅借钱嘅，冇、啊、任何嘅字据系嘛，啊，即系你都系俾嘅啫，系嘛，你又冇立字为证噶嘛，系啊系啊，咁 啊我送个袋俾你，送个咩俾你，唔该你签个名啊，系啊，唔该都个名，你写个欠条啦，系啊，咁啊除非系咁啦，系咯系咯，咁、啊、所以呢啲嘢咧，我觉得啊，我个人认为，咁你真心实意送嘅，而家咪攞翻就本身就好 cheap 精啦，系，咁至于佢点解一时恐吓咧，就一时咧又跪求咧。咁即系硬嘅唔得咪嚟软嘅咯，即系软硬兼施。啊，即系总系唔忿气啦，就点解我都可以俾你飞嘅吓？因为我咁有钱，系啊，系都我飞你啦，系咪啊？咁啊，唔系就算我相信而家你呢个女仔，你同呢、這个呢、這个前男友复合啊，啊，最后结果系佢飞你啫嘛，系啊，佢要揾嗰一下嘢啫嘛、嗯。因为一个控制欲好强嘅人，佢点可以俾自己嘅呢个所控制嘅对象自把自为咧？系咪先？系啊，咁、啊、咪失控。系咯、啊，呢、這个咪失控呢样嘢对佢打击好。唔得嘅，唔得嘅，系啊，所以佢傻噶，你冇理佢，千祈系啊，根本唔需要理会，系嘛、嗯嗯，啊咁啊，啲 friend 就话，诶、欸，哇，即系邮件咧都听到我想去相睇啊，咁样。另外嗰个 friend 咧，女生嘅头像啦，佢话，哇，喺相睇都可以遇到真爱啊，呢份 mail 可以播咁样。喂，相睇好多遇到真爱，好唔好？但系当然我谂，可能好多嘅字眼咧，都系被阿 Ben 哥啦，即系呢个 mail 入边嘅好多嘅字句啦、嗯，啊，咦，所触发、所吸引啊。系咯，系咯，咁啊！唉，呢、這个 friend 话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人哋嘅相亲对象啊，真系，你叫边个睇先？同自己讲呢句说话，同自己讲啊！一个单身嘅朋友默默咁同自己讲，你听人哋，你真系惨，真系攞命！唉，好咁啊！唉，咁啊，佢呢个 friend 呢句唔知系赞你定系咩啊？佢话哇 ，Hugo 咧真系读成一个猪公咁嘅人嚟，个女生叫猪乸，冇办法啦。佢话笑到肚痛啊！喂，智叔你话佢啦，佢真系唔系好似林峰咧。林峰唔系咁讲嘢嘅咩？林峰系咁讲嘢噶嘛？吓、啊，林峰唔系咁讲嘢嘅咩？系咩？系咩？好咁啊！呢个 friend 话入职一个星期啊，以前嘅旧同事今日同我讲，依家间公司咧就有个坑啊，希望咧我可以填满个坑啦。入职一个星期，老员工咁样同佢讲，真系攞命。佢话仲有啊，你嘅作用真系大啊！佢话仲有啊，老冯想脱单啊，咁啊相睇咯，系咪先？系去 DL 啊 ，DL 冇 OK 噶啦。系咁啊 ，Hugo， 点样你点样先可以啊？究竟点样先可以有效地忘记一个深爱过嘅人咧？吓，理智上咧十分清楚啦，如何不可能啊？如何不够爱？但系咧，可惜感情上面做唔到啦，经常挂住佢啊，痛苦啊，咁样啊，嗯。我谂呢个问题咧，就系失恋嘅朋友咧，其实都系一个必经阶段嚟嘅、嗯、总系有些时间或者有些日子咧，都会系有咁嘅谂法。嗯、但系好多 friend 咧，有啲 friend 就长啦呢、這个时间咯，有啲 friend 咧呢个时间咧系觉得好快嘅咁样。咁咧点样可以快速咁度过呢个必经阶段啊？新欢咯，始终都系新欢。一段新嘅爱情咧，点燃起咧，咁啊旧嗰啲咧，真系就已经化为灰烬、啊，就好容易咧、啊，就唔记得噶嘛。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哇！呢封 email 简直俾咗个勇气啊，知唔知啊？点？佢话呢个星期咧相睇失败，睇嚟咧要有越战越勇嘅心态。嗯，强人是你，能顶天立地。吓、啊、去系嘛 ？Aaron、嗯、郭富城系郭富城啊，都话你唔似林峰啦。唉，呢、這个 friend 话相睇，祝福我家阿朱婷啊，科目三补考一次通过啦。疫情期间。
预约补考五次啊，都唔成功。嗯，好一次过一次过啊。系啦，咁啊呢一次咧就下一次就一定成功噶啦。喂，佢话相低大件事啊，疫情期间我先发现，原来我自己真系冇朋友噶。疫情期间咧，微信都冇人揾，亦都冇人约。哇，我做人真系好失败，有呢种感觉咁样。咁、微信人哋都唔会，即系当然啊，微信去沟通嘅，但系约你又冇必要啦。但系大家都系各自啊喺屋企啊最稳阵最安全噶啦。系咯，系啦，系啦，唔紧要噶，唔紧要啊！疫情又好快过去噶啦，大家可以揾翻呢种有朋友嘅感觉。系，冇错啦吓。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我同我依家老婆相睇识噶，当时相睇嘅对象咧系佢家姐，唉，睇唔即系系咯，睇唔啱。结果咧同行嘅妹咧，诶，我哋两个咧就好啱眼，好有眼缘。哇，咁啊、一般系闺蜜啊等等啦，即系家姐呢样嘢，即系睇啱妹呢样嘢啊。系啊，啊都啊 OK 啊。喂，年年啊，嗰啲咩选超模啊，以前咧细路仔睇港姐都系咁啊，我陪朋友去报名噶嘛。系啊系啊，是啊叫个朋友唔得，佢又我得咗。系啦、啊，咁啊，所以咧以后咧我哋嘅 friend 咧，如果你想去相睇嘅话咧真系留翻个心眼陪你闺蜜去。系啦、啊，咁、你嘅机会咧就大过自己去。系啦、啊，自己相睇又好，你闺蜜去相睇又好，你自己都要去啊嘛，咁啊，咁啊机会咧自不然咧大增。嗯，系咁啊，呢、這个 friend 话咁大个女。佢咧喺感情上边咧，从嚟都系好少做主动嘅一方啦。疫情嘅关系啊，游戏咧认识咗一个男生，仲住喺我对面，哇，喺咁近啊！后来咧，佢好关心我，我咧就系好关心我，就越发暧昧啦啊！亦发现咧，身边一圈嘅朋友咧都好熟悉，各种投契，单独见过之后咧，都还系咧有感觉嘅，对对方有好感。但系咧，后来嘅多人聚会中咧吓，我觉得我嘅佢觉得我嘅个性咧有啲强势，即系男仔觉得女仔有啲强势啊！而且咧，男生嘅兄弟咧亦对我有好感，佢咧就开始回避我啦。咁我应该点做好咧？咁啊，咁如果你真系强势咧，强势到底啦，系咪先？咩事啊？系啊，我就系中意你，点 啊, 啊？有错咩啊？啊，而且咧，我谂如果错都系你嘅错、因为你太好啊！而且喂，呢个男生相对好似佢所讲都系相对有啲弱势话，见到自己嘅 friend 咧中意佢嘅话咧，自己都要褪翻走啊！系啦，冇错啦。咁所以一个弱势嘅男仔咧，自然咧应该匹配一个咧强势嘅女仔啊！呢个天作之合嚟嘅，啱好啊！系啊，系啊，就应该系咁样，明白未啊？就应该系咁样吓。OK， 手上咧揸住一封嘅 email 啊，嚟自我哋充满感情嘅电子邮箱，系嘛 ？Loveq and Loveq dot cn l o v e q at l o v e q dot c n 系嘛？2003年第二期开始听啊 ,04 年开始失联了15年我浪费了15年的人生啊好痛苦。同时呢都好开心 ,2018 年呢再遇上相低。每次遇上呢我都觉得我是幸运的开始啊此话点讲啊记得呢 ,2003 年呢当时是读高一数学竞赛的初赛呢就因为前一晚数学竞赛初赛前一晚还听了相低的节目。第二日呢就被我考到第二名啊劲啊。系咁啊！啊 ，P.S. 啊，成绩出嚟之后咧，老师揾我谈话，因为咧上高中住宿冇人理，所以成绩一般。老师咧居然问我系抄边个嘅，抄第一名噶啦，咁样。除咗第一名，我可以抄边个咧？喂，老师你系咪傻噶？有啲逻辑啊你？唉啊！第二轮啊，考试之前，哇！喺我咧好紧张啦。唉，但系咧，但系咧嗰日咧，双低偷懒冇做直播啊。我就直接考返咗原本应有嘅成绩最后几名。怪我们囉。直接考返。唉后来呢后来先反省返高中读得唔係几好呢因为冇坚持听你节目啊。唉咁啊。之后呢我阴差阳错18年呢重新呢遇上相低。我而家呢每日开车啊或者得闲呢都会重听返之前嘅节目啊。哇喺比 Hugo 嘅激进啦阿志嘅理性嘅影响之下呢我鼓起勇气喺深圳呢买咗屋哇 ,18 年买屋啊。哇你真係今时今日嘅深圳嘅屋大家真係唉唔知点啦。唉咁啊老婆冇嘢做我一个人呢养四个月收入呢抵唔上月供压力好大好大啊。但通过大量嘅学习同分析啊入手一年呢增值30%以上。哎啊
即係譬如話嗱，佢間屋咧就100萬買嘅，當然深圳100萬係買唔到任何屋嘅，最多係俾訂金嘅啫。係啦，係啦，訂金有訂金有時都唔夠啊，好多時候都唔夠啊，唔係有時唔夠。係啦，就咁舉例啊，咁啊係買咗一年就變130萬嚇，係啦，咁啊買咗兩年咧係複式增長啊，大家冇以為係變160萬咁天真、啊。嗰條數係即係暫時好難計啊，擺唔止160啦，係亦即係話我啊。咁亦即係講咁亦說明我點解話雙低係我好運開始嘅原因呢，老婆平日呢笑我平時咁聰明啊，點解聽個節目就消費咁高買咁多嘢嘅喂佢仲要老婆冇怪佢意思你消費咁高啊喂點抵得上嗰啲豪宅升值30%啊啦攞1%嚟買嘢不得了啦係咪先我每次啊佢咁樣聽到佢咁問呢我都笑而不語啊如果冇雙低，我就係一個深圳如果冇雙低，我作為一個深圳邊緣嘅本地人，亦會感嘆喺深圳買唔起房啊！估計咧，同前幾期嗰、那個講等華潤講佢趕佢走嘅房東咧，係同一個街道嘅。不過我條村咧應該係更遠、更落後咁、啊、即係希望冇頭先冇上次個 friend 咁大啊，遠咗啲啊！係啊係啊，等住俾華潤趕走啊！咁啊，係都趕過。friend 先再講你又係啊，所以等得太耐啊咁樣。哇！跟住有 friend 啊，我哋嘅數碼風暴嘅 friend， 係佢話我喺深圳買咗屋啊，已經升值25%啊，仲係上個月先買嘅啊，真係勁啊！恭喜你啊，17歲快樂啊！啊，呢、這個咧也許係最美好嘅遇上咗你哋啊，同時亦係最糟糕嘅咧就係、是、錯過咗你哋啊！感謝陪伴，自從咧重新聽翻節目，我揸車咧從來未瞌過眼瞓，畢竟咧 Hugo 再能跑題咧，阿志都會拉佢翻嚟，送俾一些事一些情，送俾雙低呢一對唔係朋友，但更似朋友嘅 friend。啊 ,PS, 啊 ,25 岁的 Hugo, 大定是50岁的智叔大呢真实年龄啊哈哈哈哈。你真的你反正计下这条数升值几多先得啦计埋晒呢啲乜嘢。是啦咁啊即係无论升值几多啦我諗即係话深圳买屋咁啊哇即恭喜晒呢个 fan 咁啊恭喜晒恭喜晒。其实买楼呢有时真係要靠一股个勇气啊。是啦咁啊即係佢都讲咗啦即係当初呢即係压力都好大啊但问题呢而家已经过嚟啦咁睇住呢个升值空间咁大啊咦开心啊。是啦冇错啦。好咁啊呢、這个 fan 呢就蹭热度的来了咁啊。抽我哋水啊。今日练车啊教练话帮我报名考科目二啦。我话下一次啦上帝开金口保佑我练车顺顺利利科目二一次过。即要我哋讲咗啦佢先肯报。啊是啦一切顺利心想事成实过嘅。咁啊。呢、這个 fan 话我哋嘅父辈啊长辈啊都系相亲嘅最好嘅诠释啊。我同我太太都是相亲认识的结婚11年依然如初。Hugo, 芝芝祝我们越来越幸福啦多谢。是祝你们越来越幸福。是咁啊好咁啊呢、這个 friend 呢就呢、這个 friend 呢就听完节目就要去上班啦咁啊呢、這个 friend 呢就是一个医生嚟啊咁啊上夜班啊。是啦上夜班啦夜班一般呢做急诊啊他说希望今晚嘅急诊唔系酒吧一条街啦。是啦咁啊是啦啊。酒吧一条街。是啦咁啊希望。我都饮冧嘅。你哋今晚嘅急诊呢就啊门庭冷落㗎嘛。係啦係啦。係啦冇人帮衬㗎嘛。酒吧一条街。去晒嗰度买醉啊。啊真係得喎真係得喎。真係攞命唉。喂志哥你好啊溫哥華嘅 fan 啱啱醒嚟報道啊加拿大呢邊嘅疫情呢開始緩和啦街上嘅人都多咗上兩日啦啱啱收到公司嘅遣散信咁啊祝我呢快啲搵到工啦咁啊。嗯。係啦咁啊咁啊呢份工作結束咁啊下一份工作嘅好嘅開始之後嚟㗎啦。嗯。咁啊好咁啊呢、這個 fan 呢就係非常急啊 Hugo 哥你好啊我係16年嘅老低迷啦我遇到一個難題啊我訂咗原廣州
油制气厂地块嘅珠江花城嘅呢个楼盘啊，攞订之后咧，先至咧知道咧该地块咧类似港岸新城咁样有污染。港岸新城有污染咩？我真系唔知啊，我真系唔知啊。系、而且咧附近3公里咧就系广州石化，想知道呢种喺呢种地块居住咧有冇影响，或者咧以后会唔会有污染物咧被释出啊？我系首套刚需房，而家不知如何是好咁啊！订金咧落咗50,000，又唔退得咁啊，所以好急咁啊！嗱，我同你讲咁啊，咁啊，首先咧就刚需房啦呢样嘢，咁啊，而且咧就而家面临一个订金唔可以退嘅呢样嘢啊，系咁我唔知道咧，真系啊。啊！打下羅律師電話一陣間，不過有時咧，我相信即係發展商方面咧，佢都有好強勁嘅呢個法律嘅法務嘅團隊噶嘛，所以佢真係如果唔退俾你咧，應該佢有諗過度過嘅。嗯哼，即系佢都有好周全嘅计划啦，咁啊，即系预咗会唔会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啊？系啦，咁咧，但系我觉得嗱，首先咧呢样嘢咧，我觉得你要首先要相信我哋嘅城市建设嘅主管部门，系嘛，咁应该咧系对呢块地嘅攞出嚟嘅，因为佢挂牌啊、出让啊呢样嘢啊，因为如果呢块地咧系有呢个污染嘅话咧，我相信咧系我哋嘅管理部门咧系。会强制性要求发展商，或者呢甚至乎唔系发展商，或者系拎出嚟招拍挂之前呢已经要处理好呢啲嘅问题㗎啦。先可以攞出嚟招拍挂嘅咁样。係呀係呀。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呢，到时真系你又入咗火之后呢，被即系检查出有呢、這个有呢个有害嘅呢个物质啦释放出嚟呢，其实呢个损失呢更加大。嗯，对于政府嚟讲又大，对于发展商嚟讲又大。当然，佢对于呢个小业主嚟讲更加大。系啦，咁啊，首先咧，即系大前提相信啦，呢个政府呢边嘅相关部门啦。系啦，咁如果去到嗰步咧，就系三输啊，冇一方系赢嘅，所有涉及喺里边嘅每一方都系输嘅。咁所以咧，第一啦，应该有啲相信吓。咁第二，其实咧就系话，第二咧，当然啦，你睇下可唔可以咧，就问佢哋咧攞有关嘅呢方面。哇！即系资质嘅证明啊，系啦，一啲嘅文件，即系证明系做过，证明系做过呢个环评嘅，系做过呢个环评咁啊，就呢个成个环境咧，都系合乎咧呢个居住嘅，系啦，居住嘅要求嘅。咁我觉得你咁样理性一下啦，同埋咧吓，跟住呢个第一啦，就是、你相信；第二咧，你要问佢攞啦。咁而第三点咧，就系而家楼市咧升到咁癫，其实咧等你交楼嗰时咧，间屋已经升咗价啊。如果你真系你觉得自己都系住得唔安乐，或者心入边唔系太舒服嘅话，你到时放，其实你都未必会蚀。嗯，系啦，所以你系大可心定噶嘛。嗯，系啦，冇错。呢个咧就系我建议咯，即系如果系我遇上咁嘅问题，可能我自己会咁样处理咯。咁啊，我唔知道俾呢个意见你，你觉得点样啦？咁样吓，系咁啊，希望可以帮到你啊嘛。嗯，系啊，呢个 friend 话今日个女啊英语口语高考啊，佢话太紧张啦，读错咗好多单词，唉，我听咗好紧张啦吓，又唔敢太责怪佢。38日之后咧，仲要迎接更加严峻的高考，希望他可以考上理想的大学，加油，感谢上帝，加油加油加油，咁啊，同个女讲下，我哋一起祝佢加油，咁啊，大学见，系啦，冇错啦，系呢个 friend 咧，即刻咧就发过嚟啦，佢话珠江花城咧珠实开发嘅，咁啊珠实系一间国企啦吓，咁啊，咁啊地块咧系做过呢个净化处理嘅，系啦，有做过呢个相关方面嘅处理嘅，啊，咁如果系有做过呢个净化处理嘅，咁啊更加好啦，咁我相信我相信佢售楼部唔知会唔会廉出嚟，但你问佢攞应该可以睇得到嘅。作为业主喺呢方面有呢个要求，系咪先吓？系咁啊，更加咧就会有信心嘅，唔使太担心吓。啊，呢个 friend 话而家广钢嘅学位问题仲严重过污染问题啊，咁样。系啊系啊，唉，所以真系买楼小朋友嘅读书啊，唉，真系太招鲜啦。唉，真系啊。好咁啊，你系俾人 Y 呢期真系笑出腹肌啊！咁样讲啊，你听我节目十几年啊，系啊，你啲腹肌不得了啊，不得了啊你，系啊，掂啊吓，唉，好咁啊，呢个 friend 咧就话相弟啊，唔将银行名、账号啊、账户咧发咗上群啊，其他人有冇方法可以攞到你嘅钱啊？应该冇嘅，冇，你冇问，可以赚钱俾你，相反可以赚钱俾。
俾你，可能但你每日 check check 睇下有冇刀，又有收入啦。可能即系啲群友觉得你最近咧啊，的确有呢个需求啊，咁先发上嚟。系啊，咁又发上嚟，你又唔好意思，系咪先？又唔知讲咩好。咁于是咧，啲群友可能默默咁十蚊、廿蚊咁转俾你啊。睇呢个群大唔大，五百人大群你又发达啦。我同你讲，所有啲热心嘅群友们啊，系啊，真系，唉，谂住人哋咁样系咪先？一个女仔系咪先？又面皮薄咁啊，都发上嚟啦吓，大家识做啊。唉，你话十蚊八蚊地下踩嚟踩去都冇人执系咪先？唉，咁啊俾佢啦，咁啊，唉系系咁啊，即刻车车啦吓，唉冇错啦，咁啊，系咁啊，呢个 friend 都话珠江花城系我哋珠江实业开发嘅，我哋咁啊，系啦，系地块做个净化处理，而家买平啊，咁啊，唉，即系话即系都多咗好多信心啊，诶，无论系客观嘅或者主人家都出嚟讲嘢啦，系啊系啊系啊，咁啊，系咁啊，咁啊嗱声啦，咁啊趁而家咧，可能楼市咧有一啲嘅向下嘅小波幅，咁啊揸紧。时间啦，咁啊，我今日咧晏昼去太古汇，哇，人头涌涌啊，所有嗰啲名店都排队，百思不得其解，除咗爱马仕，啊嘛，你成日都百思不得其解噶啦，你要个脑嚟唔知做咩啊？所有都冇答案嘅，第一个大脑唔知攞嚟做咩，第二嗰啲逻辑性同埋思维能力唔知攞嚟做乜嘢啊？喂，真系嗱，哇，咁犀利！之前咧上个月咧，咁喺 Chanel 啊，喺 Gucci 门口。有排队咧，我可以理解，就话咧嗰时咧就话全咧，全咧就会升价，哦，会升价，系啦，会升价咁啊。喂，你嗰时咧你排，我觉得系合理噶，系咪先？系啦，咁啊升价之前咧趁低入啦，系啦系啦，反正都要买噶，系咯系咯系咯。咁咪大佬今时今日即系已经升咗价噶咯，已经系嘛？咁咪准备第二次再升啦。啊，听反正听讲一年系两次到啊嘛，要升都冇理由咁密啩，有啲嘢要未雨绸缪啦。系啊，一入到去，我喺北门入去，一入到去咧就一入到去咧就上到 Gucci 排队，跟住再行入啲LV 排队，再行过啲咧卡地亚排队，系嘛？系啊，喂，卡地亚排队呢样嘢系咪各大品牌觉得人哋排自己唔排唔好咧？唔得唔得，我呢个排啊，唉。哇，咁熱鬧啊，原來係啊，好熱鬧！哦、喂，完全咧睇唔出咧受疫情影響嘅經濟啊，報復性啦，真係哇，嚟啦嚟啦，好多人，好多人，好多人！誒、我今日又拍咗視頻，我嗰日同你食飯咪話我而家愛上自然愛上呢、這個即係、就是拍攝啦、剪輯啦、後期啦嚇，啊，你又咩被咩耽誤咗啊？你話、啊、被建築設計耽誤咗嘅一個視頻工作者，咩視頻工作者？電視製作人啊，簡直係～OK，OK，OK， 系，已经意外上啊！好快而家，嗱，我今日晏昼咧就系黄昏去嘅，黄昏即系挨晚去噶啦，差唔多天黑啦去啦，咁啊，啊买完嘢嗱声翻屋企啊 ，K 瓜剪埋视频，发埋上小红书Hugo 的一些事一些情，咁啊发埋上抖音 Hugo 的一些事一些情，跟住发埋微博咁样，啊哈啊，仲摊啊条条可以翻嚟做节目，系嘛？哦，真系好有成就感啊！好得，喂啲 friend 话。嗱，呢个女生话佢话六月一号起正式升价。哦，你唔系升咗啦咩？哦，但系佢话正式，即系之前可能一路煲紧啊 ，rehearsal 煲紧呢件事系咩？哇，嗱，即系但系今日30号，哇，都几迫在眉睫噶咯，系喎，难怪，哦，难怪，难怪，这样子啊，可以理解，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我作为一个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我系唔敢入去呢啲铺头嘅，俗称系穷，俗称穷人。价格敏感型消费者，消费人群，所以佢升唔升价，其实对于我的关系唔系特别大，就系穷人，或者系见到好多人逼啊。啊！影个视频先，几好玩啦！咁多人喺度，唉，咁啊，啊呢个 friend 话亲爱双低啊，我就系港降嘅苦主家长啊，求借双低金口啊，仔仔学位顺利啦，顺利摇中啊，求读出，感谢感谢啊，唔使客气 ，friend 嚟啊嘛 ，friend 嚟啊嘛，唉，真系又到咗入学季啦吓，咁啊，咁啊，顺利顺利顺利，系啊，咁嗱，具体咧我就唔系太清楚嘅，咁咧就系大概咧知道咧就话本来咧应承咧就系学位房嚟嘅，咁。
即係可以就讀呢間學校嘅。咁啊，點知道到而家公布嘅地段又唔係。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嗯，係嘛？係啊，一切順利，一切順利嚇。係啦，希望一切順利啦。咁啊，啱啱有個 friend 話，小升初嘅今年啊，都順順利。因為今年小升初咧，又係搖到咩咁噶？係啊，係啊，即係好似話即係。哦，咩民办啊，公办啊，好似今年又有啲新嘅政策咁啊，系系系，啊，一切顺利，好，大家都顺利。北京时间23:00。